老大非要穿我的睡裤，说我的睡裤穿在身上很舒服，很轻松。然后老二在旁边给他递衣服。刚才让他晾衣服，他说他晾不好。我说没关系，我说多晾几次就好了。哪里搞么西罗？哎，什么好玩？夹在那个地方呀。西罗。那是谁放在外面的呀？那个是你的那个小内内，哈萨姆呢？那个就是要加的。Hiro 一个一个的给哥哥，不要给太多了。给你们看看孩子的睡裤，粉色的。妈妈说的那句话，日本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对，他听懂了。杨翔也不怕晒在外面。Hiro，暑くない？お尻が濡れた。濡れた？为什么？あそこだって今雨の時。啊，那个，那回来待会又要换裤子了，真的是。Hiro，これで手段じゃないの？对啊，你不是要帮哥哥的吗？もうやらないの？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哎呀，浴室的地垫，晒晒太阳，消消毒。カイド，下午的话，我们还要给菜园拔草，草を取る。然后呢，肥料をあげる。运动运动啊，劳动。干农活也是运动，减肥。等一会儿，它晾晒完了以后，我还要再调整一下。它晾晒的太密了。妈妈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比上一次好多了。上一次都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夹子夹一件衣服，一个夹子夹一件衣服。今天教了它，它知道用两个了。嗯，对。海杜今天晾晒完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虽然说，有一些地方还需要改进一下，但是比起上一次真的好的太多了，很满意，要给他大大的点赞。前面我跟他说晾晒衣服要考虑一下那个平衡嘛，他也虽然说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歪，但是呢真的挺不错的。Hiro，没问题吗？自己搬自行车下去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这么棒。有模特的。哦，小心一点啊，小心。你快点能下去吧，这么重拿着，小心一点。妈呀，这么粗鲁的拿下去啊！呀呀呀呀呀！哎，妈妈帮你，妈妈帮你。嗯。凯多，妈妈要给你点赞，衣服晾得很不错。你穿这个粉色的裤子在外面没问题吗？嗯。恥ずかしくない？嗯。你的鞋子呢？把鞋子穿起来。为什么不要穿鞋子？把鞋子穿好了。海杜把球踢到邻居家的院子里来了。海杜，你按一下门铃。すいません、お邪魔しました。哪里？我的头发吗？哪里奇怪？你们要去自行车干嘛？在这里运动。运动啊？妈妈，哥哥的头发呢？头发有那么奇怪吗？
慢一点啊。这家伙好好狡猾啊，他骑到半道他又过去了。你这些鬼点子在哪里学的啊？开的，你骑慢一点，让一下他，让他赢一下。哎呀，他抄近道了，又是抄近道回来。Hiro Hiro， 干嘛的？干嘛的？干嘛的？他去 Hiro 卡达，我开的。哎呀，谢谢。开的。嗯。妈妈可以让你帮一个忙吗？嗯。能不能帮妈妈扔一下？谢谢谢谢。谢谢。你等一会儿洗个澡。